我是 Emily。那你们学校名字这么长的话，有没有简称呢？我们学校简称就是北京，没有简称。这样子啊，但三个人看起来默契都很好耶，要不要你对镜头打个招呼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三姐，加油！哎，那 Emily 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哦，我的兴趣是。烹饪。喜欢做那一个一个圆圆的，有没有？圆圆的那个啊，现在很流行那个粉红色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我知道那个，超好吃，那个很流行，就是那个滑轨。对啊，喜欢是滑轨啊，你不知道现在女高中生最爱的就是滑轨。对啊，情人节刷很多滑轨很饱哎。哇，有看吗？马克有没有吃不饱？你也喜欢滑轨吧？喜欢。恭喜 Emily 打败了何美丽，成为新一代的校花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得奖感言吧。我能够成为新一代的校花，不完全是靠我的外表，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啦。怎么幸运？你很漂亮，你还不漂亮吗？没有啦，很漂亮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东西不胜子啊，就是只有可爱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心地够善良，人就会漂亮起来。那人就是这么好，你看她啦，人美心也美哎。何美丽，你这个臭男人！我就是臭男生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生是艾米丽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何美丽她被关门送？什么？何美丽被关门送？好可怕！我们学校竟然有人被关门送啊！校花本来就招人家嫉妒的呀。没关系，那不是你就一定。你在说什么啦？我本来就在让何美丽呀。哦，也是。这群臭男生真的很可怕耶！你怎么知道是男的？这种事情，这种男生会做，不是吗？也是啦。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我？不会啦，就是多想没你的事，好不好？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。